好，可以了吗？各位媒体朋友，我们今天到这个航太的国防工业展看到了我们有很多现阶段台湾在国防工业上的发展的成果哈。那对台湾来讲，国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的元素哈。那对每一个时期的国家的领导人来讲，国防都是他最重要的任务。那么国防在我们传统的观念里面就是国防，那么它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保卫国家的安全跟人民的安全。但是我们也在长期的在国防上的投资哦，我们也发现了一件事情，也就是说这个台湾的长期的这种在国防的大量的支出哦，造成对其他的部门的预算跟财务资源的使用的排挤，那么造成就是说我们今天面临到的财政的困难，也让我们对这个将来的国防是不是有足够的国家的力量的投入啊，那么变成是我们非常大的一个挑战的议题啊。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看完今天的展览，我们其实可以得到一个新的启发，也就是说国防不再只是国防，国防跟国家的科技的发展，国防跟国家的经济产业的发展，其实都是相关的。尤其在科技不断的进步的情况下，那么国家资源在投入这个科技的发展的同时，能够兼顾我们国防的需要，也能够让我们的经济发展有一个新的动能的来源，这是我们在整个国家的政策设计上，那么也开始了有个新的一个创新的想法。也就是说，如果明年能够重返执政的话，我们在国防政策上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要持续的来投资，持续的来鼓励这个国防产业的发展。那么这个国防产业的发展的过程中呢，我们会结合科技的发展跟经济的发展，让国防的这个重要的国家的元素转换成为是一个我们产业需求的来源，让我们产业也有因此而发展的机会，那么让我们科技有更能够领先的这种机会。那么在新的世代里面，科技的领先几乎就是一个国家竞争最重要的一个元素啊。那我们也要借由对国防的投资来让台湾的科技可以领先，那么同时我们也希望民间的科技可以让国防来运用，所以我们希望将来下一个世代的这个科技的发展，我们希望都可以是军民两用。那我们也希望我们将来的人才也都是可以由军民两用，让国家的资源做最有效的利用，也让国家的资源产生的效益会最大。所以民进党对于国防的政策呢，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呢，我们发表了很多的蓝皮书，那么我们会把这些蓝皮书集结起来，变成我们这次大选的国防白皮书。但是我们这一系列的国防政策里面最重要的一项，也是我们在将来会向台湾社会大众来宣布的，就是我们国防产业的政策。那这个政策将会是我们执政的重点，也会把台湾的经济发展跟科技发展跟国防的需求能够合起来，一起来做国家政策的规划。那么同时我们也希望在将来我们在台湾的军备或者是武器的采购的时候，我们希望就是说，如果台湾
自己可以制造的话，我们要求一定要从台湾本地来购买，让我们的台湾的产业有一个发展的空间。那么另外，如果我们必须要向外采购的话，我们也要求一定要落实这个技术的移转。那我们看到台湾的这个技术的能量，尤其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中科院的技术的能量哈，应该他们有很多可以转用民用的这个技术的可能性。那我们现在看到转用民用的比例并不高哈，那我们也会让我们的这个中科院跟国家其他的相关的国防的研究单位的成果可以跟民间共享，那也希望因此而带动民间科技的发展。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在国防产业上面，我们有三个重点，一个是航太，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个是船舰，那第三个就是治安，这三个应该是我们将来在国防产业上，军民合用科技，那么军民共同来发展的一个三个重点。我再讲一遍，在航太、在船舰跟在治安上面，那这个我们都有具体的规划。那我们也希望在我们国防政策白皮书提供给各位社会大众来参考的时候呢，我们会把具体的规划来跟各位做一个报告。那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展览其实是很具有意义的哈，所以我们也期待将来在每一个重要的产业的聚落的地方，比如说船舰产业，它的很可能它的最大的聚落会在高雄。那么航太产业，我们希望它的聚落，最大的聚落将来很可能是在台中。那资安的产业的聚落就在台北。我们也希望这几个聚落，这个所在的每也定期的像这样的展览哈，让大家可以来切磋这个技术，它的相互的激荡，找出科技运用的可能性跟这个资源合并使用的这个可能性哈。那么另外呢，我们今天也看到一个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也就是我们的高阶的教练机的发展哈，我们也希望高阶教练机将来会是我们在产业发展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那么这一些呢，在台湾的国防产业跟我们的经济发展跟科技发展三合一的整合，政策的整合将是一个政策上的创新。那么我们也期待在将来我们在发表我们一连串的产业政策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国防产业的政策来对社会大众来说。谢谢大家。